嗨，美女，我现在已经是二品校园侯了，给你10万元宝，和你男朋友分手行吗？不可能的，这么嚣张，看你男朋友一身丑酸样，有什么好的？哼，我男朋友早就是一品摄政王了。老公，我们走。没错，这款宝强都在玩的当官游戏就是这么好玩。自上线初始就抛弃了自己玩家付费的机制，只有判案才能成功升官。玩过的玩家都会惊呼 Oh my god， 这星星游戏也太难了吧，看似小小的按键却暗藏玄机，稍微不留神就会被降职，可谓是烧脑烧到了极点，也因此备受玩家喜爱。想知道自己能当极品官吗？那还不快来试一试。